塑料瓶吹瓶机。塑料瓶吹瓶机为二步法吹塑成型机，先通过远红外线对瓶胚加热，再采用双向拉伸吹瓶工艺吹塑成型。生产线主要由自动上瓶胚、瓶胚加热、瓶胚转送、吹瓶成型、自动转送出瓶及自动控制等组成。设备可与后续洗罐封联动线实现连机。注塑机注塑冷却输送过来的瓶胚，由送胚输送皮带将瓶胚从除料斗输送到自动理胚机构，完成自动理胚后，所有瓶胚方向一致，经轨道进入上胚机构的旋转胚盘中，瓶胚随旋转胚盘旋转180度，使瓶胚倒立，胚口朝下，上胚机构把倒立的瓶胚固定到加热随行夹具上，固定在随行夹具上的瓶胚经过上吊环工位时，吊环自动落入到瓶胚上，生产线具有无瓶胚不取吊环功能，吊环输送采用螺旋振荡盘和洁净压缩空气吹送来实现。瓶胚随随行夹具在主传送装置的牵引下传送到加热灯箱内进行预热，为了使瓶胚受热均匀，瓶胚随随行夹具在主传送运行的同时，随行夹具在自动装置的作用下进行自转，且加热灯箱内设计成立体式多层加热灯管加热方式，可以对瓶胚不同部位的温度进行控制。另外，加热灯箱内的吹风和抽风风量大小均可调，能最大化地调控瓶胚在不同加热段的温度，确保瓶胚受热充分且均匀，提高吹瓶质量和瓶子的透明度。经预热后，瓶胚进入吊环焊接工位，带有加热管的焊接机构按照既定凸轮轨迹等距旋转分别对应瓶胚进行吊环焊接，焊接时间温度可调。取胚机构把已加热均匀充分的瓶胚从随行夹具上夹取下来，并转交到中继站，中继站夹具进行拉伸变距后，由接胚夹具交接并转移到拉伸吹瓶成型的托座上，整个对瓶胚的夹取、变距和转交动作均采用气缸来完成，而横向长距离移送采用伺服电机和电缸来实现，定位准、动作稳、速度快。加热好的瓶胚经转送到拉伸吹瓶成型托座位置后，合模机构动作合模，拉伸吹瓶成型机构的拉伸杆对瓶胚进行高压拉伸吹塑，吹制成输液空瓶。合模采用无油气囊锁模技术，锁模力大且肘节运转受力少，寿命长。吹塑成型的空瓶经取瓶夹具从拉伸吹瓶成型托座上夹取下来，并转交到翻转机构的夹具上进行180度翻转后，由接瓶夹具进行交接并放入输瓶轨道上进入洗罐封自动生产线。塑料瓶洗罐封生产线，塑料瓶洗罐封生产线主要由浸瓶工位、洗瓶工位、灌装工位、在位清洗及在位消毒系统、加热封口工位、密封盖输送工位、出瓶工位及自动控制部分等机构组成，能自动完成洗瓶、灌装、自动送盖、加热封口、出瓶等功能，且更换生产规格时无需更换任何规格件。浸瓶工位采用链板输送方式，入口设有瓶颈定位和气吹辅助装置，同时驱动瓶底和瓶颈部位，使瓶子与新型拔盘完美交接。塑料输液瓶进入洗瓶工位后，机械手翻转180度，使瓶口朝下，
配有独立且自带失效报警功能负离子发声装置的洗瓶喷针，在凸轮引导下插入瓶内且对瓶口密封。负离子发声器产生的负离子由洁净压缩空气吹入瓶内，消除瓶内静电。同时喷针底部配有真空装置，将瓶内已消除静电的塑料微粒及其他杂物吸走并排到户外。清洗完后，机械手翻转180度，使输液瓶瓶口朝上，并输送到灌装部位。为了适应新版 GMP 要求，设备在洁净压缩空气入口设有旋转接头和终端过滤器。灌装工位采用横压时间计量，通过罐内液位计控制罐内液面保持压力恒定。采用 FISTO 阀导总线控制技术和医用耐高压硅胶管连接管路，整套管路维护简便，无清理死角。每个罐装气动隔膜阀的开关时间可单独设定，罐装精度高，罐装嘴采用收口设计，杜绝滴液。罐装进瓶设有光电开关检测装置，实现无瓶不灌装功能。封口工位采用双层加热板，对密封盖和瓶口分别进行非接触热熔式加热封口。完成灌装的输液瓶由下层机械加手加持进入加热封口工位，同时密封盖经螺旋震荡盘和洁净压缩空气吹送由上级机械加手加持也到达相应位置。上层加有密封盖的机械手先下降对输液瓶进行预压，再同时经过加热板进行非接触加热融化，然后上层加有密封盖的机械加手再次下降，将密封盖压合熔焊与输液瓶到瓶口。在封口熔焊前可调节排气装置对输液瓶进行排气，保证灭菌过程中输液瓶不变形。生产线在封口前具有瓶口吹干装置，杜绝封口过程中的虚焊和假焊现象。另外，为了有效保护加热电缆延长其使用寿命，加热电缆具有冷却水冷却保护装置。密封盖输送采用螺旋震荡盘和洁净压缩空气吹送来实现。封口进瓶位置设有光电开关检测，具有无瓶不取盖不封口功能。出瓶由机械手夹出，通过双通道出瓶进入灭菌系统。